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Super Pen 的用法。这位观众帮我随便去选一张牌。好，这张展示给镜头看一下。当然还要在上面做一个记号，所以我做一个很大的记号。好嘞。现在你把这张牌拿起来，把它从中间对折。哎，非常好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一样折得非常齐。好的，打开它，再横着对折一下。对，非常好，一定要齐。好的，那折完了它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？先看一下这张牌，还是我们要把它折得更小一点，折得更小一点，然后把它从中间撕开，然后还要把它撕得更小一点。所以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四张，但还不够小，所以我们把它撕得更碎一点，从中间对折，再次把它撕开。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小，把它撕得这么小能干什么呢？当然是还原它，所以用到一个魔术棒，想象在这个地方可以用来还原它，想象着，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慢慢的还原。当然还没有完全还原，所以这次我们快一点，它就会真的还原了。谢谢。